教官刚宗斜线示意。教官刚宗，教官刚宗示意。教官刚宗，原名一代石教全石纲要图，常服难看。今天四教各十圣官，改作书册题名。北天木偶一沙门秩序重塑，佛祖之要，教官而已矣。官非教不正，教非官不传。有教无官则罔，有官无教则殆。然统论十教，大纲有八：一教设官，数义略同。八教者，一顿，二见，三秘密，四部定，名为化仪四教，如是药方。五三藏，六通，七别，八缘，名为化法四教，如是药味，当知顿等所用，总不出藏等四味。藏以息空味观，通以体空味观，别以次第味观，缘以一心味观。四观各用十法成尘，能运行人至涅槃地。藏通二种教观，运至真谛涅槃。别圆二种教观，运至中地大般涅槃。藏通别三，皆名为全，为圆教观，乃名真实。旧圆观中复有三类：一顿，二见，三不定也。未时失全，则全含于实；开全显实，则实融于全。良由众生根性不一，致使如来巧说不同。且曰一代，略判五十，一华言十，正说圆教，兼说别教，曰化仪明顿。二阿含时，但说三藏教，曰化仪明见出。三方等时，对三藏教半自生灭门，说通别圆教满自不生不灭门，曰化仪明见中。四般若实，待通别二权理，正说圆教实理，曰化仪明见后。五法华涅槃时，法华开三藏通，别之权为显圆教之时，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，具发如来本际之广远，曰化仪明慧见。归顿，一名非顿非见。涅槃众位未入时者，广谈常住，又未末世根顿，众福三权。是以追说四教，追敏四教，曰化仪一名非顿非见，而秘密不定二种化仪，便于前之四时，为法华事显露，故非秘密，是决定，故非不定。然此五时，有别有通，故须以别定。通，设通入别，方使教官贤息不滥。今先是五十八教徒，次生通别五十论。
五十八教全十总图，通别五十论，最宜先知。法华玄义云：夫五味半满，论别，别有其限；论通，通于出后。张安尊者云：人言第二十。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，若尔过十二年，有一闻四谛十二因缘六度，岂可不说？若说，则三圣不止在十二年中；若不说，则一断在后一闻者，佛岂可不化也？定无。此理经言，未生闻说四谛乃至说六度，不止十二年，盖一代中随疑闻者即说耳。如四阿含五不律，是未生闻说，乃弃于圣也。即是其事，何的言小乘七十二年中也？人言第三十，三十年中说空宗般若为摩斯矣。依何经文知三十年也？大智度论云：须菩提于法华中，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，是以经问退意。若尔大品与法华前后合定也？论曰：智者张安，明文若此，今人绝不欲目，上自讹传阿含十二方等八支妄说，危害甚大，故先生通论，次生别论。先明通五十者，自有一类大机，即于此土建华藏界舍。那生土常住不灭，则华严通后继也。指今华严入法界品，亦断不在三七日中，复有一类小机，始从路远，终至鹤林，唯闻阿含毗尼对法，则三藏通于前后明矣。张安如此破斥，痴人和尚执迷，复有一类小机，疑闻但是包探而生迟目。佛即为说方等法门，其的居在十二年后，近八年中，且如方等陀罗尼经说在法华经后，则方等一通前后明矣。复有三圣须利色心等事出世法，一一会归摩诃眼道，佛即为说般若，故云从初得道乃至弥环，于其中间常说般若，则般若一通前后明矣。复有根熟众生，佛即为其开权显实，开寂显本，绝无留待四十年后之理。但佛以神力令根未熟者不闻，故智者大师云：法华曰显路边，不见在前，秘密辩论，理无障碍。且如今云，我习从佛闻如是法，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如是法者，
岂非妙法？又犯往经云：吾今来此世界八千百，作金刚华光王座等，岂非亦是开济显本耶？复有众生应见涅盘而得度者，佛即是入涅盘，故曰八相之中各具八相，不可思议。且大般涅盘经追续阿舍世王忏悔等缘，并非一日一夜中事也。四名别五十者，乃曰一类罪顿生闻，具经五番陶铸方得入时，所谓出于华严，不见不闻，全身如乳。华严前八会中，永无声闻，故云不见不闻。至第九会入法界品，在止缘中，方有声闻。尔时已证圣果，上于菩萨境界如雅如龙，厌之耳前纵贤华严，亦觉无异。然舍利弗等犹闻藏教，方证圣果，方欲入法界会，则知入法界品，断不说在阿含前已，人忽略不思察，望为华严局在三七日内耶？赐于阿含闻因缘生灭法，转凡成圣，如转汝成酪，酪即熟汝将也。赐文方等，但偏赤小叹大高原，遂乃赤小目大，自卑败种，虽复具文四交，然但逆得通义，如转烙成生酥，似文般若，会一切法皆摩诃眼，转教菩萨，领知一切佛法宝藏，虽待通别证明圆教，然但逆得别义，如转生酥成熟酥，似文法华，开权显实，方得圆教实义。如转熟酥而成醍醐，然至此别五十法，亦不拘定年月日时，但随所应闻，即便得闻如来说法，神力自在，一因一解，岂容思议。又有根烧力者，不必具力五位，或但经四番三番二番陶铸，便得入时。若于阿含方等般若随一物入者，即是秘密不定二种化以所摄，复有众生为堪闻法华者，或自甘退席，或移至他方，此则更呆涅盘俱实，或呆涅后于佛，是非一改手腕法华玄义文句，群疑自是，化疑四交说，顿有二义，一顿教故，未出成道，为大根人之所顿说，为局华严，凡一代中，直说，界外大法，不与三圣共者，如梵网圆觉等经，并已收入此部。
是谓以别定通，摄通入别也。二顿教相，未出发心时，变成正觉，即性修复二，身佛体同等意，则方等般。若诸经，悉皆有之，见义二义，一见教故，为为局阿含未见出凡一代中所说身也。四谛，十二缘身，是六度等三圣全法，并宜收入此部，方等未见中凡一代中所说但偏赤小探大包圆等经，及于四时所不摄者，并宜摄入此部，如增上缘明亦宽故，般若未见后凡一代中所说若共不共诸般若教，并宜摄入此部，二见教相，为历劫修行断惑正位次第，则华严亦复有之。法华会见归顿，不同华严初说，故非顿，不同阿含方等般。若隔力未容，故非见。然人双照顿见两相，秘密亦有二意，一秘密教，位于前四时中，或为彼人说顿，为此人说见等，彼此互不相知，各自得意法华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故非秘密。二秘密咒，为一切陀罗泥章句及五十教中，皆悉有之。不定亦有二义，亦不定教，位于前四时中，或为彼人说顿，为此人说见，彼此互知，个别得意，即是疑文顿者文顿，疑文见者文见也。法华决定说大乘，故非不定教相，二不定义，为前四时中或文顿教的见义，或文见教的顿义，即是以顿助见，以见助顿也。随闻法华一句一记，皆得受记作佛，故非不定义也。顿教故，只用缘别二种化法；见教故，具用四种化法，显露不定。即便四时，亦还用四种化法，秘密不定。亦变四时，亦还用四种化法，顿教相，局为在缘通，则前之三教亦自各有顿意，如善来的阿罗汉等，见教相局在藏通别三通，则原教亦有见意，如观行、相似、分正就近等秘密教，互不相知，故无可传。密咒曰四悉檀，故有可传。不定教、不定义，并入前四时中，故无别不可止。曰化一教。
复立三官，未顿官，见官，不定官，盖必密教，既不可传，故不可约之立官。设欲立官，亦只是顿见不定三法皆秘密耳。今此三官，名与教同，志乃大义，何以言之？顿教指华严经，一则兼别，顿观为曰圆人，初心遍观诸法实相，如摩诃止观所名是也。见教指阿含方等般若，一间四交，复未开显。见观亦为曰圆人，解虽已圆，行须次第，如是禅波罗蜜法门所名是也。不定教，至前四时，一间四交，仍未会合。不定观，亦为曰圆人，解以先圆，随于何行，或超或次，皆得误入，如六妙门所名是也。此本在高丽国神州师传。问：但说圆顿止观即足，何亦复说见即不定？答：根性个别，若但说顿，收机不尽。问：既称见即不定，何故为曰圆人？答：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，犹未开圆解，不应折论修正，纵令修正，未免日节相悖。化法四交说，法上无一，云何有四？乃如来利他妙智，因众生病而设药也。见思病重，未说三藏教；见思病轻，未说通教；无名病重，未说别教；无名病轻，未说圆教。零三藏教，四阿含为金藏，毗尼为律藏，阿毗昙为论藏。此教全生灭四谛，苦则生，亦灭三，相迁移，急则贪甜痴等分四心流动，道则对治一夺，灭则灭有还无，一全。思一生灭十二因缘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。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。一全是六度行，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。一全时有二谛，应入戒等十法为俗，
时有灭乃未真，开世界内顿根众生，令修息空观。关于的水火风空十六界，无我，我所出分段生死，正偏真涅盘，正化二圣，放化菩萨。义的曰：当教自论六极，理极者偏真也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未乐，因灭未真，灭非真谛，灭上非真，况苦即道。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，故以演教判曰偏真。名字即者，学名字也，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不从十方半天即为四大等生，亦非无因，缘自然而生，知因缘所生法，皆悉无常无我。观行即者，一无停心，二别相念，三总相念，外凡资粮味也。五停心者，亦多贪众生，不净观；二多田众生慈悲观；三多散众生数习观；四愚痴众生因缘观；五多障众生念佛观。以此五法为方便，调停其心，令堪修念处，故名停心也。别相念者，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世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。对治依于五蕴所起四道也。总相念者，观身不净，受心法亦皆不净，观受是苦，心法身亦皆苦，观心无常，法身受亦皆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身受心亦皆无我也。相似极者，内凡家行位也。一宣，二顶，三任，四是第一。得色界有漏善根，能入见道。分正极者，前三果有学位也。初须陀环果，此云欲流。用八忍八智，顿断三界见惑，出欲圣流，明见道位。二思陀含果，此云一来，断欲界六品思惑，于三品在，游润一生。三阿那含果，此云不还，断欲界思惑尽，尽断上八的思，不复还来欲界，此二名修道位。究竟极者，三圣无学位也。一小乘第四阿罗汉果，此含三义：一杀贼，二应功，三无身。断三界见思俱尽，子复已断，果复尚存，名有余涅盘。若灰身敏智，名无余涅盘。二中成辟之佛果，此人根性稍利，逆顺观察十二因缘，断见思惑，与罗汉同。
更轻，习气，故居声闻上，三大乘佛果。此人根性大力，从初发心，远四地境，发四弘誓，即名菩萨，修行六度，出阿僧祇劫，世行虽强，理观尚弱，准妄生闻，在外凡位。第二阿僧祇劫，地解见明，在宣位。第三阿僧祇劫，地解转明，在定位。六度既满，更住百劫修相好因，在下忍位。四入不处，身都欲天，乃至入胎、出胎、出家、降魔，安坐不动时，世中忍位。四一刹那，入上忍。四一刹那，入世第一。发真无漏三十四心，顿断见死正习无余。坐木菩提树下，以身草位坐，陈列应身，如是家丈六米，乐十六丈等，受梵王请三转法轮，度三根性圆净入灭，与阿罗汉辟支佛九境同证，偏真法性，无复生智一证可得。此教具三乘法，声闻观四谛，以苦谛未出门，最利者三生，最顿者六十劫的正四果，辟支观十二因缘，以及地位出门，最利者四生，最顿者百劫，不利分果。初有佛事，名圆觉；初无佛事，名独觉。菩萨弘誓六度，已到地位出门，福祸立身，必经三大阿僧祇劫，顿悟成佛。然此三人修行正果虽则不同，而同断见思，同出三界，同证偏真，只行三百由旬，入化成耳，十法成尘者，一观正因缘尽，破邪因缘无因缘二种，颠倒二真正发心，不要名利，唯求涅槃。二圣智出苦轮，菩萨兼领一切。三尊修止观，为五庭明止，四念明观，四篇破见爱烦恼，五十道灭还灭，六度是通苦集流转，六必是塞，六调是三十七品，入三托门，七若根顿不入，应修对治是禅等，八正住何行，或有薄义，虚实次位，凡圣不滥，九安忍内外诸障，十不于四道而生法爱，是为要义，利人节节的入，顿者具十法方悟，灵通教顿根通前藏教，立根通后别圆，
故名为通，又从当交的名。为三人同以无言说，道体法入空，故名为通，此无别部。但方等般若中有名三圣共行者，即属此教全无生。四谛苦无逼迫相，即无和合相，道不二相，灭无生相，一全思亦不生灭十二因缘，痴如虚空，乃至老死如虚空，无名如幻化不可得故，乃至老死如幻化不可得亦。全理六度行，一一三轮体空，一全幻有空二谛，幻有未俗，幻有即空未真，一全两种含中二谛，一者幻有未俗，幻有即空不空共未真，是通含别二谛，故受别皆二者幻有未俗，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去空不空未真，是通含缘二谛，故受缘皆一全别入通三谛，有漏是俗，无漏是真，非有漏非无漏是中，一全缘入通三谛。二谛痛前点非漏非无漏具一切法，与前中意开世界内立根众生，令修体空观，因界入皆如幻化，当体不可得，初分断生死，正真谛涅槃，正化菩萨，谤化二圣，亦于当教自论六极，理极者无生也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此四句推简通别圆三教，皆用作下手功夫，但先解不但中者，即成圆教出门；先闻但中理者，即成别教出门；未闻中道体者，只成通教法门。解苦无苦而有真谛，苦上即真，况即灭道，名自即者，幻化也。知一切法，当体全空，非灭故空，生死涅槃，同于梦境。观行即者，一干会的也，未有理睡，故得此名。即三圣外凡位，与藏教五庭别相总相，念其相似极者，二性的也，相似得法性理睡，福见思惑，即三圣内凡位，与藏教四家行其藏通指真谛位法性，与别圆不同，分正极者，从八人地至菩萨地，有七位也。三八人地者，入无间三昧，八忍具足，至少一分。四见地者，八智具足，顿断三界见惑，发真无漏，见真谛理，即三圣见道位，与藏须陀环齐。五薄地者，
三圣断欲界六品思惑，烦恼见薄，与藏思陀含其六离欲地者，三圣断欲界思惑尽，与藏阿那含其七已半地者，三圣断三界正始尽，如烧木成炭，与藏阿罗汉其声闻成人止此。八支佛地者，终成根立，兼清其气，如烧木成炭，与藏辟支佛其九菩萨地者，大成根性，最胜最利，断尽正始，与二圣同，不住涅盘伏习润身，道贯双流，游戏神通，成熟众生，进佛国土，此与藏教菩萨不同。藏教为化二圣，假说菩萨福祸不断，正被此教所迫，岂有毒气堪住醍醐？究竟极者，第十佛的也。机缘若熟，以一念相应会，断于残席，坐七宝菩提树下，以天衣未作，现代列圣应身，分断生生互列，如须弥山故圣，为三圣根性，转无生，四地法轮，远近入灭，正其具除，如劫火所烧，炭灰俱尽，与藏教佛果齐。此教亦具三圣根性，同以灭地位出门，染顿根二圣，但见于空，不见不空，人与三藏同归归断，故名通前，立根三圣，不但见空，兼见不空，不空即是中道，则被别原来皆故明通后，中道又分为二，一者淡中，唯有理性，不具诸法，见淡中者皆入别教；二者圆中，此理圆妙，具一切法，见缘中者皆入缘教，就此被接，又约三位，一者上根，八人见地被接，二者中根，薄的离欲的被接，三者下根，以半地之佛的被接，就此三位被接，又各有暗位圣境二义，若暗位皆或同别实相，或同原实性，若圣境皆或登别出地，或登原出住，即被皆已，实是别原二教菩萨于当教中仍存。第九菩萨地名，至机缘熟，是现成佛，乃是别地缘住，来世世间最高大身，非有通教教道的成佛也。通教尚无时成佛意，况藏教哉？藏教佛果亦皆别地缘住所现列印，
身而施法成尘者，一名观境。六道因入，能观所观，皆如幻化。二名发心，二圣缘，真自行。菩萨体幻仙人，与乐拔苦，譬于镜像。三安心如空之止观，四以幻化会破，幻化见思。五虽之苦及流转六臂等，皆如幻化。亦以幻化到灭还灭六度等通知。六亦不可得心修三十七道品。七体三藏法无常苦空，如幻而至。八十干秽等如幻次位，而不谬慢。九安忍干秽为内外诸障，而入性地。十不着性的相似法爱，而入八人见地正真立顿分别，如前说。临别教，未教理智断行为因果，别前藏通二教，别后圆教，故名别也。教则独备菩萨，理则隔立三谛，智则三智次第，断则三过前后，行则五行差别，位则位不相收，因则一因迥出，不及二边，果则一果不容，诸位差别，此教全无量。四谛苦有无量相，十法界不同故，即有无量相。五住烦恼不同故，道有无量相。恒刹佛法不同故，灭有无量相。诸波罗蜜不同故，一拳不思一生灭十二因缘之莫无明，未分断生因，根本无明，未变一生因。一拳不思议六度十度，于第六班若中复开方便愿力智四种全智，共成十度。一一度中摄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成一切法，号若恒刹。一拳显中二谛，幻有，幻有即空，皆名为俗。不有不空，未真。一拳圆入别二谛，幻有，幻有即空，皆名为俗。不有不空，一切法去不有，不空未真。一拳别三谛，开俗为两谛，对真为中，中彼而已。一拳圆入别三谛，二谛痛前，点真中道具足佛法，开世界外顿根菩萨，令修次第三观，先空次假后中，初分断变异二种生死，正中道无住涅槃，亦于当教自论六极，理极者，但中也，真如法性，随缘不变，在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尽，迥超二边，不及诸法，故一元教。
汉曰旦中，名子吉者，解义也。养性真如法性，凡不能减，甚不能增。但由克诚复辟而不正德，须先及元修，助发真修，方可克正。观行吉者，外凡实性位也。一性心，二念心，三精进心，四慧心，五定心，六不退心，七回向心，八护法心，九戒心，十愿心。既先养性中道，且用生灭因缘观，服三界，见思烦恼，故名服忍与通干慧性的其相似极者，内凡三十心三贤位也。出十住者，一发心住，断三界见惑，与通见地齐。二智的住，三修行住，四生慧住，五方便具足住，六正心住，七不退住，断三界思惑，尽与通已半的齐。八同真住，九法王子住，十灌顶住，断界内尘沙，与通佛的齐。此时著名习种性，演习空观，用从假入空观，见真谛，开慧眼成一切智，行三百，由循正位不退。四时行者，一欢喜行，二饶意行，三无甜恨行，四无尽行，五离痴乱行，六善现行，七无者行，八尊重行，九善法行，十真实行。此时行明性种性，分别假性，用从空入假观，便学四教四门，断界外尘沙，见俗谛，开法眼，成道种智。四时回向者，依旧护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，二不坏回向，三等一切佛回向，四智一切处回向，五无尽功德藏回向，六随顺平等善根回向，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，八真如相回向，九无复解脱回向，十法界无量回向。此时向明道种性，中道能通，习中观，服无明，行四百由循，居方便有余土，正行不退。分正及佛者，实得圣种性，正入圣地，即等觉性，去佛一等也。出欢喜地，明见到位，以中道观，见第一义谛，开佛眼，成一切种智，行五百由循，出入十报无障碍土，出道宝所，正念不退的无功用道，虽可化机缘，能百界作佛，八相成道，利益众。
身。二离垢地，三发光地，四宴会地，五南胜地，六现前地，七远行地，八不动地，九善会地，十法云地。各断一品无名，正一分中道，更破一品无名，入等觉位，一名金刚心，一名一生不处，一名有上士，究竟即佛者，妙觉性也。妙极觉满，从金刚后心，更破一品无名，入妙觉位。坐莲，华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华王座，现圆满报身，亮瞳尘沙，相好沙尘，未顿根菩萨，转无量四地法轮，此教名为独菩萨法，以界外道地位出门，藏通道地，即界外极，藏通灭地，即界外苦，故以界外道地治之，无复二圣，而门皆通，通教三圣即被接后，皆名菩萨，不复名二圣也。十法成尘者，亦源于灯的中道之境而未所观，迥出空有之表。二真正发心，普为法界。三安心止观定爱慧测。四次地遍破三惑。五十次第三观未通，见思尘沙无名未赛，传传简笑，是赛令通。六调是三十七道品，是菩萨宝具陀罗尼，入三解陀门，正中无漏。七用前藏通法门助开实相，八善知性助行相的等妙七位差别，中部为我刀即上圣，九离为顺强软二贼，测实性未入于实住，十离相似法爱，测三十心令入实地。灵元教位圆妙，三地圆融，不可思议。圆融三一相即，无有缺减，圆足圆见是理一念具足，圆顿体非见成，故名圆教。所谓圆福，圆福五住，圆性圆常正性，圆断一断一切断，圆行一行一切行，圆位一位一切位，圆自在庄严，一心三地位所庄严，一心三观位能庄严，圆建立众生，四悉普益，此教全无作四地，因人皆如无苦可舍，无名尘劳即是菩提，无极可断，边邪皆中正，无道可修，生死即涅槃，无灭可证，一拳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无名爱取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通达，无复烦恼，即究竟境，乐因佛性也。行用业即解脱，解脱自在，愿因佛
性也。十名色六入处受生老死，苦即法身，法身无苦无乐是大乐，不生不死是常正，因佛性也。故代经云，十二因缘名为佛性，亦全称性六度十度，师为法界，一切法去失，是去不过等，一全不思议二义，幻有，幻有即空皆未俗，一切法去有去空，去不有不空未真，真即是俗，俗即是真，如如一珠，珠以辟真，用以辟俗，即珠是用，即用是珠，不二而二，分真俗耳。一拳圆妙三谛，非为中道具足佛法，真俗亦然，三谛圆融。一三三一，如止观说，开世界外立根菩萨，令修一心三观，照性成，修称性圆妙，不纵不横，不前不后，亦不依时，远超二种生死，圆正三德涅槃。正曰此教，方论六极。前三虽曰当教，各论六极，贤未就近，以藏通极果，仅同此教相。四极佛，别教妙绝，仅同此教。分正极佛，又就彼当教，但有六义，未有极义。以为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也，是故夺而言之，藏通即果，别时回向，皆名理极，以为解。圆中故灯的同源，方成分正，理极佛者，不思议理性也，如来之藏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随念一法，无非法界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名子即佛者，闻解也。乐之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，理具是造两众三千，同在一念，如一念，一切诸念亦复如是，如心法，一切佛法及众生法亦复如是。观行即佛者，五品外凡位也，一随喜，二读诵，三讲说，四坚行六度，五正行六度，圆伏五住烦恼，与别时性齐，而复大圣。相似即佛者，实性内凡位也，名与别实性同，而亦大义。初性任欲先断见惑，正位不退，与别出住，通见地藏出果齐。二心至七心，任欲断思惑尽，与别七住，通矣。半藏四果齐，而复大圣。故永嘉云：同除四住，
此处为奇。若夫无名，三藏则列也。八心至十心，任运断界内外尘沙，行四百由旬，阵行不退。与别时象棋，分阵及佛者，十柱十行十相十的等觉胜位也。名一统别，而一大义，出柱断一分，无名正一分三德，正因理心发，明法生德，了因慧心发，明般若德，原因善心发，明解脱德，一心三观，任运现前，具佛五眼，成一心三智，行五百由旬，出道宝所，出居十报净土，亦复分正常寂光净土，正念不退，无功用道，现身百界，八相作佛，与别出的奇，二柱至十柱，与别时的奇，出行与别等觉奇，二行与别妙觉奇，三行已去所有智断，别教之人不知名字，究竟即佛者，妙觉即果，断四十二品维系无名永尽，究竟登涅盘山顶，以虚空位坐，成清净法身，一一相好，等真法界居上上品常寂光净土，一名上上品十报无障碍净土，性修不二，理事平等，此教名最上佛法，一名无分别法，以戒外灭地位出门，当体即佛，而能皆别皆通，皆别者，上根十柱被皆，中根十行被皆，下根十相被皆，暗位皆，即成实性，甚境皆，即登出柱，皆通已如通教中说。故曰，别教皆贤不皆圣，通教皆圣不皆贤，以别若登地，乃名为圣，正道同源，不复论皆通八人上便名为圣，方可受皆，若干会性第二贤，仅可称转入别原位得名阶，若藏教位入圣位，容有转入通别原亦已入圣后，宝果不前，永无阶意，直四法华，方得会入原耳。十法成成者，一观不思意境，其车高广。二真正发菩提心，又于其上张设显盖。三善巧安心止观，车内安置丹尘。四以圆三观破三惑变，其疾如风。五善时通塞，车外枕亦坐枕。六调式无作道品。七颗三十七分，有大白牛肥壮多力等。七以藏通别等事相法门助开原理，又多仆从而是谓之。八之四位，令不生增上慢，久能安忍，
侧进五品而入实性，实理法爱，侧于实性，令入实住乃至等妙甚是宝成，游于四方，直至道场，上根观境，即于境中具足十法，中根从二辗转至六，随一一中得具十法，下根须具用十也。又复应之说前三教，为防偏曲，文义所归正归于此。复转皆同会借说，转灵藏七贤的转入通别园林，通干会性的转入别园林，别实性的转入园林，此三皆不明皆，意境在初心，脚根未牢，故但明转。皆灵通八人见地薄的离欲已半之佛的，皆入别园林别住行相的，皆入园林根有立顿，故皆有持素如以好桃李，皆比平常桃李，故名为皆同临别时的正道同源，不复名皆，但存教道之粗，以呆法华开会成妙临别出住。通鉴地藏出火等意的约所断或明同，会临开藏七贤，通干会性地别实性，即缘五品临开藏出果，通见地别出住，即缘出性临开藏四果，通一半别七住，即缘七性临开别实相，即缘十性临开别实地，即缘十住功在法华，戒灵欲皆通入别，先戒别明通，如云欢喜的断见惑，远情的断思惑等灵欲含别于通，必戒通明别，如云须陀环若智若断，是菩萨无生法忍等灵欲皆别入缘，先戒缘明别，如云出住能现八相，犹有为苦等灵欲含缘于别，先戒别明缘，如云三贤十圣住果报等。问曰：但依缘教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岂不痛快直捷？何用此隔腾位？答曰：六祖大师不云乎？法法皆通，法法皆备，而无一法可得，名罪上乘。倘有一法未通，即被此法所缚；倘有一法未备，即被此法所牵。既被缚被牵，故于不可得之妙法，勿认未隔腾耳。临济云：实取刚宗，本无实法，汝乃欲舍隔腾而别求实法耶？永明大师云：的鸟者往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而废众目，收功者其之一者，不可以一者而废众者。法欲昭然，胡服思也？问曰：藏通同权真谛，
何故藏以四果未究竟？通彼佛的未究竟耶？答曰：藏教正为二圣，通教正为菩萨故也。问曰：一般断见思惑，何故藏通名圣，别圆明前？答曰：藏通全真，故见真极的名圣，别圆全中，故见中方的名圣，见真景，可名前也。问曰：藏四家行，通性地，既称相似，何故仅其别圆观行？答曰：藏通圣，为既成别圆内凡，则藏通内凡；仅成别圆外凡，附和宜哉。教观纲宗中。